再来哈，再来。要是不上班，能请假就上中国，飞多飞几趟。飞去不要哈，你把公司变。没好给你买机票。哎，不让走，你看。今天小爱要回法国了，他们俩再抓紧最后的时间再聊聊天，姐姐非常依依不舍。没关系，因为小姨子回去还要工作呢，是吧，也得给你领导带个好，因为这次他特殊给的假期，非常感动，是吧。然后我们差不多就出发了，出发前现在让他感受一下按摩。OK， 好，行，没问题。因为他飞机一到，然后他早上六点到，然后他得直接去公司。哦，对。所以他肯定会累的。对，所以让他上飞机之前体验一下中国的按摩服务。好，来呀，精油开背，来一个。来一个。我不是他的，下次见。他回去得工作呀。别这样，我给你的惊喜现在又成了负担了。没事，晚上喝点红酒冲下去。好吧。我上飞机了，怎么你不激动？他说我们得藏着走，要不小朋友要哭了。大人都要哭了。小姨子要走了。快点，再橄榄小橄榄姨啊，橄榄二姨啊，你二姨，你橄榄二姨啊。亲，你说你再回来吧。阿姨再来，你说。二姨再来，你说你再来，欢迎你再来。舍不得不舍得了，哎呦，不舍得走了，哎呦，不舍得走了，你看，阿丽丝，你亲，大大，亲，妈妈就是个亲，你亲。Qu'est-ce que tu fais, bonhomme? Qu'est-ce que tu fais? Aïe, t'as trop fort. Qu'est-ce que tu fais? Aïe, t'as trop fort. Aïe, t'as trop fort. Elle est toute bloquée. Ah oui. Allez. Allez. Si tu peux avoir des vacances, viens. C'est moi qui achète le billet. Allez.舒服，上飞机可以睡觉了哈。对，好嘞。主要是他明天要上班，所以正好坐电梯前往浦东机场。肚子疼啊，不开心。哎呀，开了接近快两个小时，终于到了50公里开了。浦东机场实在是太远了。
我有点累的，有点不行了，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才能再往回开。好，到了。哎呀，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呀。这个老婆还是觉得跟小姨子在一起，小爱同学没有待够，但是也没办法。这个五天的假期已经结束了，因为跟大家说过，小爱他们领导给他特殊的假期就是五天，已经结束了这五天，所以只能就是按照原定日期啊回去上班了，回去有正常的工作了。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小姨子再来中国了，看看春节能不能再来，期待吧。先给他去办理，真是不知道让我们去哪了，上另一个地方办了。刚才那地方排队的人太多，还行，现在上这边来办了。哇，哦，这边可以，人少一点，舍不得妹妹走，现在先去找点吃的。登机和托运都办完了，我们家小杨还是有点伤心呀，还是舍不得妹妹，所以他们俩牵着手再一起待一会儿，先去找点吃的吧，吃点东西让他俩再待一会儿。因为他是晚上11:20登机，现在是晚上的9:30，还有点时间。来吧，在这儿吃个饭。真舍不得妹妹回法国，想吃啥点，吃饱了不想家，吃饱了不想家。但是你姐姐想家呀，你姐姐在中国想法国想家。Il se moque de moi là? Non, il dit que moi je, il y a le, ça me manque chez nous. Ah. 嗯。Faut venir. Merci. 跟小姨子再见了。悄悄。嗯。你俩从来没有抱过你。抱过，抱过，嗯，经常抱。哦，对，经常抱。见面抱，再见的时候也抱，嗯。Allez, bisous.